冠名播出。您好，您好，您好。这样的设备呢，24小时不能停，一天500人，赚钱难啊，花钱也难，高处不胜寒啊。他们说我是一个超级网红啊，知名度高好不好呀？不好，压力也挺大的。人必须有自信，你们做的能够做的事情我都会做，因为你有钱我去拍马，你马会讲讲没有，不可能的。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没有做错什么。他们5个全部退出去，我继续跟他包一个人。做生意做60年，我没有蒙过人家一分钱，有的也会被人家骗了。他说你多管闲事，他们就是忽悠蒙，这一种人就被历史所淘汰了。您想退休吗？想退休，做企业很辛苦。我还年轻呢，才70几岁呢，我相信我也会做到100岁。鲁豫有约一日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鲁豫有约一日行，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做生意你必须坚持一个原则，我不但我要赚钱，我也要让你赚钱，因为你是我的供应商，整个世界空间都非常有限，你跟他挤进去的时候就占了别人的空间，你要尽量的想办法缩小你的位置，多让一点空间给别人，就不会吵。班长来了，要戴安全帽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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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谢谢。那6块就不要进去了，没有安全帽就不要进去了。要注意，栏杆。我们这样的设备呢，是1年365天，1天24小时不能停。一直在抓，把生产线的产品抓下来，1天500吨。这特变形金刚，我觉得。是，这机械手，我们叫机器人。对，我这挺高科技大片感觉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在这个你们业内就已经属于比较最高的，我们很智能了已经。啊，像我们生产线的人，整个这两条线在一起，一个班不到20个人就可以。20个人，对，几乎看不到人。对。您每天走多少步啊？在这里面？1万多步吧。我全顾他们来锻炼身体。对，真的就是。然后我们。老板倡导就是要健康，每天我们下班管理干部，比如工程师、科长、管理干部都要去我们狮子山脚下跑个5公里。下班以后。要再跑5公里啊？跑5公里，下班以后。所以我们没有强迫你，这是你们自己干的。就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更好的投入工作。您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哦，我17年了。17年。对。那在你们企业一般在岗时间最长的有多长了？那跟老板一起创业都30几年的都有，那都要退休了吧？已经。有的他年轻的时候就过来了。哦，就还在。还没到。还没有。嗯。
一边没有镀膜的，你可以这个刚开没几秒，你可以就温度。这个是一款全景的天窗啊，现在这边做全球的那些基本高端的产品，它这个是可以通过调光，不同的人那个不同喜欢不同的那个，这就是劳斯莱斯。这里可以左转了吗？是。我们又出去右边，你知道吗？我们一左转。您走在福清街头，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您？何止福清街头，要找福州、福建，找到全中国任何地方都跟那个那个吧。知名度高好不好呀？不好，压力也挺大的。后来现在你见我讲话，讲话，你不要找我，我不会跟你讲的。没有必要，因为我75岁了。其实水星所一个不要举就行了。但是他们说乱讲话也是要举的，也没有办法。你有乱讲话吗？你也没有乱讲话，只是讲您想讲的，您相信讲的。我想我会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不会想讲话。从我的特点，从小孩子到现在绝对不会。你因为你有钱我去拍马，你马会讲讲？没有，不可能的。假没有关系，我的真心的祝愿我的祖国繁荣昌盛，这是放在真正的第一位。这个我相信。我跟他们，你讲什么讲话？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是建设中国、发展中国、保卫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这一批的精英，你的责任呢？你为什么还需要人家讲讲话安慰你？你应该把这个问题看透、讲透，那怎么办？那你如果怎么办？请你记住，你是中国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一句话，自己来解决。像你现在碰到很多困难，很多困难有什么可怕的？他们问我呢，我说难受会难受，死不会死。这都要集团，我都不在这里。这条路也是我给他选的。我的工厂都跟酒店一样的，很漂亮。您看，您走的这个路比同期的中国人早了10年10多年，或者更多，要提前10年10几年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一切。这一点我相信。所以您是每一次看到未来，相信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就提前做好埋伏，做好准备。没有错，有一句这样话：贤者，贤惠的贤，欲变而变。
预期他会变，他就毛变了。智者，有头脑的人，叫预变，看到变了跟着变。嗯，也再慢了一步，但是还来得及跟着变。嗯，愚者呢，傻瓜，他看见变了，不是跟着变，在那边骂这个没有天理了，怎么变说变就变了？我还真是这样做呢。这一组人就被历史所淘汰了。那您是贤者。应该是还可以吧，我们跟进时代的变化的步伐是很紧的。你知道改革开放初期我办工厂的时候呢，就承包工厂的时候，那时候经济条件非常差，很多人在国营企业里面拿不到工资，那跟他请到我们这里来拜他做师傅的时候，他不来的，他宁可饿死，他也不想出这个洋相去你那边赚一点小钱。嗯，因此我们公司刚刚创办初期的时候呢，邱工程师是租一年拿20万钱给季杰廷的，季杰廷把他的研究院的人那个派几个人给我，这样的才解决。您承包厂子的时候，您自己其实已经那个年代叫万元户了。那好几万块钱，对，就不止一个万元户，好几个万元户了。所以你看啊，如果我在某一个阶段我就满足了，如果我的初衷只是我改变我自己的生活，那我就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停止了。我讲两个故事给你听。嗯，那样呢就是你进步的动力。嗯，83年我承包的时候是5个人跟我一起承包，我们花几个月时间赚了20万钱啊，大家都可以分几万，他在股东分钱。我跟他讲了，现在要讨论，明年再跟他包，他不干。我跟他讲不对啊，我跟你们讲，我承包这个工厂，我不是为了赚钱，一定要赚多少，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做给他看，你那个政策是错的，用这个方式做，可以做得下去，把这个工厂。因为我包之前他亏损了6年了，那这里就是动机决定了结果。他们5个全部退出去，我继续跟他包，一个人。这发生在83年，1987年我注册成立这一家公司，芬兰买的设备。嗯，那时候呢，争取到出国培训了9个名额。那时候去培训的人，国家允许我们带1天70块美金还是80块美金带出去。我们去1个月，一个人都拿带了2000多块钱美金出去。花不完钱回来可以买水声厅的那个照相机回来免税了，你知道吗？他们那些是想买一些东西回去，一直吃过家带快速面、带饼干、带榨菜、带菜去。泰姆格拉斯呢，前面接待了4、5个企业的，我是他的中间带5、6个企业里面一个去的。我的规定呢，钱集中保管，没有花完带回来上交。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买东西回来，维护国家的国歌的尊严。我们好像没有出国一样的，不买东西回来。在那边碰到一件事情，我们20天以后呢，泰鲁门集团的总裁要请我喝酒。那天，我们的部下说：“为什么不请我们吃饭是喝酒呢？”代理商香港人跟他讲：“傻瓜，喝酒会花很多钱啊。”他说他是酒会里面的。最后呢，我们打听一下为什么请我们喝，得到的答复，总裁说他看到了将来为中国做玻璃的呢，因此我们请他吃饭。嗯，这个是小事，30年前发生的。在那个年代的一般的人出国，一般的知识分子出国，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给家里买一个冰箱，买一个彩电，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你，但是我那个才不正常。对，什么叫好？就是当你的行为超出了在那个时代的基本的道德准则，哪怕高一点，这个就叫好。对。但是这个就是您的，就是自我的要求和对整个团队要求是超出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我认为有过才有家，从小相信这一点。嗯，我在国外跟美国人处理了非常好关系。凭什么？就凭我对国家的非常忠诚。
American Factory。Thank you, Academy.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trusted us to tell your story. 谢谢 Chao De Wang. Thank you to our unstoppable. 我们几点下班呢？我想再来两次就行了。那像您在美国办厂啊，就是在海外投资，然后那一阵子，就是舆论沸沸扬的说曹德旺跑了跑，那一阵给您的个人压力大不大？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按照国际法里面，中国跟美国在 WTO 签订以后、入制以后呢，它有一个双边条约，对吧？我是在美国是以福耀集团的名义去美国投资的，那个项目是很好的项目。我只是生产迁移而已，对中国是战略性是有好处的地方，我没有做对不起的事情，我怕你什么？你怕就是说你担心，就是说自己做了坏事，怕被人家查了，会有担心。你做的事情光明磊落，磊落的时候呢，对美投资对企业有好处，对我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增加我的工作量，辛苦，明白吗？那那时候您在美国，美国的绿卡您是已经放弃了？那时候我2005年以前就放弃了美国绿卡。当时为什么放弃呢？因为那时候已经起来了，我氟化玻璃这个厂成功投产了，我认为呢，将来福耀是汽车玻璃的代名词，我们不能做对不起历史的事情。你做大的时候呢？你会是不是小人物？你是将来在历史上会有记载你的。这个我控制的福耀集团，我加入美国去，这个企业不是你中国人的，那必须要衡量你是会必自己要跟自己负责，跟历史有个交代。我跟美国人讲，我是中国人，忠于我的祖国，孝养父母是我的天职。在你这边投资，你是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有一句话叫“敬天爱人”，我也会爱你美国人。这就是做生意。因此，记住，找到哪里天，哪里的天就是你的天。天比喻伟大的环境，政府。婚书习惯文化都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婚书，你在他那边做必须学会尊重他，严格执行他的规定。比如讲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开会讨论是不是明天要跑去南极，现在零下50度，那怎么办？你是先打电话或者发电报通知南京，你把温度给我升起来，变成零上20度、30度，你说会做到吗？做不到。你真的想一定要去的话，只能改变我自己，不能叫天气改变。你说呢？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一点呢，必须做到了。那您觉得您是个特别幸运的人吗？我认为是比较幸运的。事实上一个人的成功呢，要从小做起来。你要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话，从做小孩子就开始要修行起来。你每天的每一件事情，就像你切在切你每自己的历史的大厦上面用的砖，你每一块砖，就每一件事情来衡量一下，就可以不可以做的，不能做的就不要做。你勉强把这个带病的砖码到你的历史大厦里面去的时候，码了几层，你房子盖高的时候呢，高处不胜寒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下面几层出问题，就让你倒下来。我对于我爸就是。我爸，我90岁，他那上海回来，每天帮他买酒。他实际上，他自己原来学了很多很好做生意的方法，
解放了没地方做，心情很不好。嗯。那么他每天晚上呢，就讲他的人生的故事给我们听，教育我们做哪个怎么做，做生意怎么做。那兄弟姐妹里面，就是您把这些全部都吸收到了，听进去了。对。这个总结一个信，嗯，人必须有自信。那怎么培养自信能力的？学会相信。相信你相信爸爸跟你讲的话是对的，你就会按照他的讲的做啊。我爸主培养我做生意嘛，你什么事情不要瞎做呢？你主意不做，有做就被人家，你想拖也拖不过去。因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说我是一个超级网红啊？他们是也有人恶作剧我烧我的状况，我没有做错什么。嗯，我从小孩子到现在，生意做生意做60年，我没有蒙过人家一分钱，没有人说过被曹德旺欠过钱，要树立一个信用的形象，要培养自己的自信能力。嗯，那么你处理问题就很淡定嘛。您看，您这点很有意思，因为我知道您上学，您就到差不多13、14岁就辍学了，就没有去上学了。那通常我们说这人的一生的教育，就小时候打的这个基础很重要，但您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人后天的自我的学习的能力其实更重要的。我今天跟你讲，我在清华演讲的时候，下面第一个条子说，曹德旺先生，你有没有想培养一些脚曹德旺？我说我看完你问得很好，我非常想，不是一个两个想朋友一批，你那看你的写问这个事情，你就很想当，对不对？那提示挺简单，这是 EMBA 学员，你们做的能够做的事情我都会做，除英语我不行，计算机不行啊。企业里面8条鱼我做得下来，人力资源总监、财务总监、会计总监、采购总监、销售总监、市管部总监，啊，我甚至都可以，你盖房子我帮你办，就算你能够有这么全面就行，我相信就会变成曹德旺。很多人呢，只懂了这个课，不懂那一课，会上人家的洋门。我觉得想怎么样培养小曹德旺是比较难的，还不如跟大家说曹德旺是怎么变成曹德旺的。你得首先得，你得是一个不能说天才，得是一个人才。不是人才，因为我是被逼出来的。初中那个学期休学的时候，哭得半死，很想读书。我爸跟我讲呢，原来福建省解放前没有大学，那些人都是在家里读的。但是我也承认我很聪明，是聪明绝顶了。我一看就知道这什么东西。嗯。那时候呢，两次紧张，60年代60年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奇怪，我邻居家里怎么有鱼吃呢？我就没有鱼吃呢，我就看看他们。那么他大人肯定不会跟我讲了，小孩子跟我讲，他爸爸去晚上去看水库，看水灌溉的时候抓了鱼。我就打听，进一步打听他哪里抓的，农场抓的。农场是危险的，危险是海滩，海滩淡水冲下去，鱼会上来。哦，是这样的，那好，我家里头，我爸不会种田。我们13、14岁这个野孩子的时候，组织一帮孩子也去换水抓鱼。把灌溉的水给它换到农场里面去，水池里面去，它鱼给它冲上来抓。我一个晚上会抓几百斤。抓这么多，就是自己吃吗？还是去卖掉？很多小孩子带10几20个呢，一个人也只分10几20斤，拿回去吃了。所以做什么事情，我就觉得天赋是决定了成功的一多半。动脑筋很关键。所谓动脑筋，要有脑筋才能动起来，那还是。到天赋，因为后来看您书里面写的，您几乎手碰到的每一样东西，我卖木耳、卖水果、烟草等等，我做什么都是可以的。一个小孩子，
再靠自己，靠自己。那就天生就有这个商业的头脑。对，漂亮吗？太漂亮了。人生呢，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你如果有追求的话，都是你的作品。好好，就挺好运，很有嚼头。年轻，牙齿就好。这个鸡蛋好吃吗？好吃。这个鳗鱼也不错。这个鸡皮特别好吃。你能够不能够不拍呢？给你拍了，吃的不好意思了，吃太多了。那您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人吗？啊，那那会。我跟你讲啊，我走到哪里，只要我喜欢吃。我不问你多少钱，你肯卖给我都拿出来，而且我吃到自己满意了，够了，拿给你，拜拜，钱拿给你，多少钱你说没有问题，明白？我认为这是真的享受了，过好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因为过好生活，那你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良好，那么你更有激情去做工作。所以工作其实就是您的生活和兴趣，没有错。那这样的人是不能退休的。退休是从这一条战线退下来，在另外一条还可以帮助人家。现在也挺忙的，也帮助很多人做企业。很多人会来咨询我。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前一阵都是要创业呀，您会赞同年轻人都追寻你心里的那个梦想去创业？年轻人现在创业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今天注册公司，注册的时候在酝酿的时候，就策划明天要上市。是的。A 轮融资，后天 B 轮融资，大后天就上市了。他们讲，我说那你做什么呢？你就等于做生意就炒卖这个公司的。我的公司。93年在上海挂牌，9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27年了。我总共从资本市场拿回来的钱，80亿不到。我募集这个，我派去派给他们的接近200亿了，快200亿了。因为我真正的把股东的利益看成跟我利益是一，所有股东权利是平等的。你必须规规矩矩的。账跟人家算清楚，你拿多少，人家也拿多少。他是这样做的吗？他们就是忽悠蒙。所以太多财富是会让人心里慌的，是吧？是，心慌意乱了。所以捐出去之后，人内心就会平静了。
这里您常来吗？建这个时候，我每一次出差回来就先到这里。嗯，我这个是我规划，我建工的。哎呦，他是这儿的常住的，常住客了是吗？对对对。嗯，你看他都不怕人，都不怕人。来接你啊，上门外。那您现在来的比较少了，这里。现在建好，建好了来的就比较少。现在是他的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也是大产业，大产业我顾了，贡献了。您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吧？哇，那破破烂烂的。我相信这是在中国空前绝后的黑菜园现在的质量。嗯，因为为什么呢？你现在再花钱去买这些木头，你也买不到。对，我刚想问您，这个木头叫什么木头？看起来是印度尼西亚的一种硬木。它这些木头呢很重啊，一颗里面大珠子，一颗好几吨，十吨八吨的都有。哦，这个是木本色。嗯，对，一点颜色都没有上啊。对，没有上，它是自然转化。现在整个建筑是引用唐代风格，唐式建筑。但我们这唐式还不是盛唐时期，是晚唐时期，所以它有一点北宋的风格，但主要是晚唐时期的风格。那当时重新的时候是参考什么？当时我记得有人跟曹总做工作，说一定要修一个跟日本黄伯中一样的明代的寺院。嗯，曹总想来想去，我说不可以，要修一个唐代的。那日本人重新回来学习，但日本人修的也是根据当年隐元禅师带去日本的图纸，对对对，明代的寺院，哎，漂亮吗？太漂亮了。人生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如果有追求的话，嗯，都是你的作品，嗯，那你做的时候呢，就应该把它做的精致，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嗯，就是。这里好多细节呀，在重新的时候，漂亮吗？哦，真漂亮。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制高点，就可以看到整个寺院的全貌，是吧？要在藏经楼，从山上，要在藏经楼楼上才可以。哦，这是日本黄伯中，黄伯山万福寺的大雄宝殿。嗯，在京都。对，他们现在念经的这个语言还是用的父亲话。这次的寺院的复建啊，还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万科的王总，他在日本听到这个日本的和尚在念经，听好像是福建的方言，就问，然后就了解到原来是祖师是父亲这边的人，然后就联系曹总来看这个地方。后面的故事我知道，前面这还真不知道。九金，我你那一块地。找两三个人给我包起来种怎么样？水库底下的那个空地，磨我不磨老啊？种菜、种花呢，种菜脑，你可别磨住，主要磨住，磨住应该种的就是应该你听到没有？种干的东西不要做水稻。那种啊，该大我就给你注意，你就不用过多落不落口子吧，别的不。主要没看见，看到就不要去看了。你们要是冬天或者春天来的时候就更美了，寺院里面所有的茶花都会开，一直开好几个月，不同颜色的品种，一年四季都美。然后这木鱼也好看。在福建能够看到夏姐很困难，我长这么大也就看过两次。花钱难还是赚钱难？我看都差不多难，赚钱难啊，花钱也难。你如果真正的想，因为从我投资的理念，投资是花钱嘛，跟赚钱呢，我认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做项目必须管。不，投资花钱是为了赚钱，但做慈善公益花钱不是为了赚钱，所以也是为了赚钱，为了帮助群人赚钱。做慈善呢，是你需要，不是别人需要。您可以这么讲。
但是它的实际意义是回馈社会。对，那这个也是。那您觉得巨大的财富会改变一个人吗？不会。你还不知道我这次做慈善呢，去调查的时候，我把南平武夷山那边农民请到我家里吃饭，我跟他讲，你告诉我，三农田为什么现在种不出来？我们看到很多人有了钱之后，一些行为、言行举止，我们不是很喜欢。但财富的确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被他改变的。您刚才讲我这么多年，因为刚才我在庙里的那个门口看到您跟那个种田的那个大叔那种交流，我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您说的。他呢，一天大概赚400块钱在庙里面，有做有钱，没有做没有钱。一个月可以做7000-8000块钱。第二个呢，他老婆孩子养在一起了呢，我就关注他呢，这钱拿回去怎么花呢？会不会吃到猪肉呢？他说吃猪肉现在会有，因为猪肉便宜嘛，20-30块嘛。拿一个月会拿一天的时间的工资拿去买猪肉，就可以过日子嘛。所以您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您的事业的规划是像您刚才车里面说的，我已经进入一个思考怎么样要来解决公司的后槽的旺时代。但您内心其实还是对未来是充满了很多的是创造的那个可能性的。这是真的，你知道吗？你做了这么多年，你的事业。有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那么众多的社会群众的认可理解，有你的员工的混血拼搏，你现在赚够了，现在吃饱了，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事情。那我这些事情怎么样？像你用这个化妆品品牌，他用得很顺心了，很信仰了，他突然不干了，你会觉得难受吗？你会觉得难受。因此呢，你要去买一支很值得买的化妆品，祝福他营业营业办下去，他就有赚钱。那我做一个创始人也是这样想的，要把它办成百年千年的老店。那我的用户呢，这个以前用的开心，以后也要开心。那我的员工在这里就业，他很舒心的话呢，以后也要舒心。那目前像按您说的，您是有责任的，要把它变成一个百年老店、千年老店的话，那我需要为社会，我有责任为他们培养后辈的力量。那这个工作您做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做得很好，我很感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的团队非常优秀，管理上。需要他们的管理团队的积极管理，战略上呢还需要培养一个控制老板的控制权，就是一个接班人。这个人您现在有人选了吗？我大孩子不是在那边吗？这点我很好奇。我有时候觉得家族的关系啊也是传承的，比如说您跟您的大儿子这个父子关系，某种程度一定是很像您跟您父亲的父子关系。我。没有我父亲本事，他培养您还没有您父亲的本事。对，他培养出一个小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培养一个。我见过会夸自己的，今天见到一个如此会夸自己的，里外里您还是夸了自己。但目前看来，这个培养工作做的还是很有条不紊的，是按您的计划在进行的。您想退休吗？想退休，那想很久了，做企业很辛苦。但是想归想，不能，不能，对。那现在也还是想，是依然想，但是能也未必能够做到。因为赚的钱不是我的，我赚的钱要拿去捐掉，你说呢？那你知道有责任的吗？这个责任天那么大。那您给您自己的时间表呢？那我还年轻呢，才70几岁呢。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您也可以超长待机，跟英国女王一样，她都快100岁了，依然。我也会做到100岁，75岁算了吧。但是你要看看身边的75岁的人都已经在家里面，很多都是含饴弄孙，很少还像您这样跑来跑去还叱咤风云的坐着，那的确还是少数啊。如果没有去照镜子的话，都觉得自己年轻的不行。照了镜子，有时候看照片都这样，
去研究，哦，还是有一点老态。这种变老的感觉对您会让您自己觉得沮丧吗？不会沮丧的，啊，我心态非常淡定，非常健康。我跟你讲呢，我有很多孙子，有很多孩子，我收养了三胞胎，三四对双胞胎，三四对。三四对三胞胎，人家养不下去，我帮他养，那就十几个了。他接我做爷爷，挺不错的。嗯，我觉得像曹德旺这样这么多年做企业，他几乎经历过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所有的企业该经历过的时刻，然后越做越大，屹立不倒。这一点说明这个人真的是有足够的智慧，他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因为跟他同时代的很多企业，很多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已经早就淡出我们的视线了，但他依然在，而且是存在感十足的在，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了吧，我觉得。鲁豫有约一日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鲁豫有约一日行，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知燕窝就选燕之屋，本节目由22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的燕之屋冠名播出。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3w.fg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新浪娱乐、新浪微博、凤凰网娱乐、搜狐娱乐、腾讯看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Zeker 新闻客户端、优酷视频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